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湿地动物。1865年被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游历的时候发现的，并且把它的皮骨运回了欧洲，然后经过鉴定，它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物种。比如说石首啊，还有那个洞庭湖啊，还有那个鄱阳湖啊，它们的适应性很强。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这个麋鹿再放回到野外去，让它成为一种真正的一个野生动物。